实验开始了。这个学校做完之后可以休假了。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到我了。丽塔，你已经到达预定防御位置了吗？是的，尤兰戴尔大人。另外，主教大人刚刚将支配剧场借给了我，让我妥为使用。我去一下你那边，有些在意的事。我明白了，尤兰戴尔大人。哎呀，也联系一下长光吧。让我们开始吧。奇怪，专线通信为什么会无人接听？总不会就当作是散步好了。从这里到我了。丽塔，你知道长光现在去哪里了吗？他的专线通信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长光大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还是在修伯利安上的事了。我也再联系一下他试试看吧。事情果然变得越来越奇怪了。先是主教想无中生有，创造所谓新的历史，让我们把守要地，阻止其他人的潜在干涉。然后又是掌握关键技术的长光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联系，专线通信变得无人接听。在我们不了解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问问琥珀大人，他应该多少清楚主教大人和长光大人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事。只是不知道他又愿意和我们讲多少了，毕竟刚才主教就很明显不想让我们知道过多的细节。总之让我们先努力一下吧，尤兰戴尔大人。即使是主教大人的秘书，他或许也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吗？你好，丽塔大人。尤兰戴尔大人也在呢。是这样的，琥珀大人，刚才主教大人对我们发布了命令，让我们在圣五三七教堂附近实行戒严，阻止其他人进入。可能是因为事出紧急吧，主教大人并没有向我们过多解释其中原委，这让我们略微有一些把握不准事态的发展。所以不知琥珀大人是否有更多的相关情报可以与我们分享呢？
我明白了。确实，今天的主教大人比平时更强人所难一些。但如果说你们最关心的事态发展问题，我相信对此而言，长光大人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但长光他失联了。失联？这……原来如此，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呢。这样的阶段，你知道些什么吗，琥珀？在一个多小时前，长光大人曾专门找过我，留下了一串属于格尼乌斯系统的特殊密钥。他说，一旦在主教大人推进计划的过程中，他本人与我们失去了联络。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密钥，读取他之前借助时空夹层存储的数据。主教大人知道这件事吗？据说是知道的。明白了，谢谢你，琥珀大人。长光，他遇到什么危险了吗？倒也未必是危险吧。虽然长光大人平常确实不拘小节，但在我看来，他其实非常善于预判周遭的风险。如果说他每次都在危险的试验中游刃有余，那么同样的，他也不会在主教大人那边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把柄。倒不如说，刚才我们联络琥珀的情形或许也完全在主教大人和他的预判之中。长光有这么厉害吗？我总以为他更像是一个书呆子之类的。抱歉，只是这个比方由幽兰戴尔大人说出来，有种微妙的幽默感。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先来读取他专门留给我们的数据吧。也许看完那些，我们自然就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有道理。那么，尝试输入琥珀大人交给我们的密钥吧。哎呀，轮到我了。长光，不，那不是本人。小心，还有其他的东西正在从空间的夹缝里溢出。急如雷电，巨夜幻现，四海之雷，急如雷电，没有回应我。开始行动，到我了。嗨，想我
既然你看到了这段录像，那么我想必已经……被奥托先生炒鱿鱼了吧？啊，因为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很严肃，所以我就在这里适当的活跃一下气氛了。现在我估计奥托先生已经在他的教堂周围实施了戒严，并委任你们维持秩序吧。他的确有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已经决定以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东西为代价，去换取时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倒流。什么？你们应该很吃惊吧？毕竟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奥托先生的统治手段虽然多少有些问题。但起码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在从崩坏手中拯救这个世界。不过，虽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它也只是另一个事实所带来的结果罢了。不管你们相信与否，对奥托先生来说，他想拯救的东西或许是世界，或许是某个人，但绝不是人类本身。不如说，奥托先生多半憎恨着作为集体的人类，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协助他制定那样一种毁灭性的预案。这个预案一旦付诸实施，除了克洛斯滕镇之外的整个地球都会被重置回500多年前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在意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来说都会凭空消失，成为让世界得以回滚的代价。一般来说，历史无可改变，时间不会倒流，除非……我们摧毁现在，并以此为燃料，重新选择过去，以新时代作为祭品，让已经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转动起来。当然，话说回来，这绝非奥托先生唯一的预案。他自称有50%的把握，用小得多的代价就可以实现他自己的目标。但我也需要让你们知道，对他来说，为了计划中的目标而牺牲整个世界，就像为此而牺牲他自己一样。不需要任何犹豫。听到这里，比安卡或者丽塔，你们一定非常疑惑，我究竟是为了什么，竟要为奥托先生制定如此具有毁灭性的计划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出乎意料的简单。在我看来，科学研究是不应该因人的意志而存在边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不应该以人心的善恶去决定某种外物是否应该诞生，是否应该存在。刀匠制刀，当然要让刀锋利到足以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刀匠本身是存心杀人的职业。回到我们的情况来说，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能力实现历史复活的人物，绝不仅有奥托先生一人。如果你们不打算静观其变，而是决定出手阻止他，那么这个挑战也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赋予你们另外一种意义。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都能牢记一个事实：认真起来的奥托·阿波卡利斯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人类，没有之一。好了，现在的我多半已经溜到足够安全的地方去避难了。那你们也要多保重哦，我最喜欢的女武神们。拜拜。或许我有必要专门和主教聊一聊了，丽塔。我是说现在。幽兰戴尔大人，你明白这样做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对吗？我明白。正因为如此，此时此刻有一样东西我必须交给你来保管。你难道是指？幽兰戴尔大人，这难道是？
这棵菩提树很美吧？据说它曾经连通着不可说不可说转的世界，能够一窥诸般因果错位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不过现在他只是在充当一个特定世界的保护机关而已，抱歉，直到今天才有机会让你与他相见。是不久之前那次实验的成果，对吗？在那之后，我们各自又出了不少任务，结果就一直拖到了现在。这个拥有菩提树的特殊世界袍叫做须弥芥子，我打算把它以及圣剑的权柄全都交付于你。在此时此刻，你远比我更适合承担锚定世界炮的那份责任。也就是说，你已经做好了和主教大人对立的思想准备，对吗？这是最坏的打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安排长光研究那个听上去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该执行的计划。不管怎么说，我至少需要亲自向他问明白，他计划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就像去年在天命空港的那一次，绿者觉醒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比他最初计划中的版本要恶劣很多，但他根本不以为意。我们既是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也是这个世界中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双重身份原本就会带给我们双重的责任。在5年前的那次冒险中，我们成为了不分彼此的伙伴，星凯原本就也是属于你的力量。我相信你能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好那个独特的世界，这样一来我也就可以放心地去履行那另一半的责任了。那么，幽兰戴尔大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不过是主教大人的激将法呢？激将？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你应该也能感觉出来，从今天中午那时的事件起，主教大人整个人就显得很不对劲。似乎在不断用谎言掩饰一个无法告人的秘密，在平常他本不屑于用谎言这种方式去隐藏一件事的真相，
我觉得这一点似乎意味着，在主教大人身上存在着一些我们还没能看清的东西。可是无论如何，长光的那些流言本身就令我无法坐视不理，请你理解我，丽塔。我真的认为在目前乃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你比我更适合担负起守护那个世界的职责。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比安卡阿塔吉娜大人，我也有一样东西需要交给你来保管。那是？是我在五年前和你并肩使用的另一个格尼乌斯，请把它当作一个护身符吧。谢谢你，丽塔。不客气，尤兰戴尔大人。我会一直照顾好我们五年前拼命守护下来的那个世界，并在这里等你回来。一言为定。一言为定。Thank you.
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那么就让我列位送你一程吧。好啊。放心，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有你的护身符在，我一定都会回来的。我知道，幽兰戴尔大人。启程。到我不知道主教大人这次要做到什么地步呢？但愿他还能记得自己的初心吧。站立吧。皇女一同踏上旅途，你应当感到骄傲。又在做些无聊的东西。你的药吃了吗？身体这么差，却整天泡在那个比地下室还脏的工房里。喂，你别装作听不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嘱咐你的吗？浇水、木屑、灰尘，这些可全都会加重你的病情啊。别做无用功了好吗？你身体那么差，能好好活着就很不错了。喂，你在干什么？你爬得上那堵墙吗？你会摔下来的。唉，我怎么会有这么没用的弟弟？飞机，我的飞机。好高！这个是你的吗？是我做的。你这么厉害，以后一定会成为大发明家。
可惜它坏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再帮你做一个。啊，真的吗？谢谢你。我的名字叫卡莲，卡莲卡斯兰娜。你的名字呢？奥托，奥托阿波卡利斯。那么，奥托，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啊，当然可以啊。不过，你不需要接受每天的训练吗？我早上十点就已经训练完了，谁让我的表现总是那么好呢？啊，对了对了，那边的哥哥，我可以带奥托出去一起玩吗？以卡斯兰娜之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这，就算你这样说，他可是一个病人啊。我爸爸说过的，多晒太阳，多玩耍，才会身体健康，长高高哦。而且你没发现吗？他和这附近的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大发明家。那种事情，你千万不要对自己丧失信心呢。嗯，大发明家，我有一个请求，你愿意答应我吗？请求吗？嗯，等我们长大之后，你就来和我一起拯救世界吧。而在那之前，你可要把自己变得健健康康的哦。真罕见，你竟然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是对自己必定赴死的命运感到不甘了吗？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虚空万泽，我不是才对德丽莎他们说过吗？
我自愿去死，而且死得自愿。这不过是一场迟来了500年的末路狂欢罢了。在我看来，你不过是用这种方式在掩盖自己的紧张和恐惧。或许吧，我确实也会紧张，也会恐惧。毕竟我的人生已经足够漫长，能看到撞线的终点，自然会让人心情雀跃。你难道就没有期望过更多吗？为什么不呢？如果只是期望而已。可你也要明白，虚空万藏，真正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的。如果你对这一点感兴趣的话，那么不如陪我在记忆的深处走上一程吧，老朋友。在其他人和我们产生注定的冲突之前，这应该还来得及。阿托，谢谢你送我到这里。放心吧，无论这场战役是胜失败，我都会尽全力让大家能够活着回来。不，我已经向父亲申请好了，这次我会和你一同出征。你从来没有上过战场，这真的没问题吗？放心，我不会上前线的，只是实习军医而已。但你知道的，我无论如何也想做出自己的贡献。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对我说，等我们长大之后，你要带着我一起拯救世界。可是，奥托，虽然这句话由我这样即将出征的人来说，可能非常不合适，但我想，战争终究不是拯救世界的一种有效手段。你知道，这些年崩坏的威胁此起彼伏，多亏了天命能够深入各国的治理层面，像黑死病这样的灾难才能及时得到控制。但是深度介入我们本不应该介入的事物，这也让天命作为一个组织出现了分心。你父亲原本很关心民间的疾苦，以前会亲自核验每年支援各地的赈灾物资是否恰如其分，
可现在呢，各地的宫廷秘闻充斥着他的案头，每天花在接见密探上的时间也挤占掉了你们父子沟通的时光。这些都是不对的，不正常的，不是吗？我不知道。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可能的支持你。我没有想太多这方面的事。奥托，对这次的东征，我真的缺乏必胜的信心。战争是赌上生命的决斗，能带着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我当前最大的愿望。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卡琳，我相信你。如果你让我去评判当时的状况，他在向你寻求精神上的深层帮助，但你却答非所问。确实，不愧是起世之剑，回答得相当准确。把对方当成超人，甚至是完人，这种因素在情感上会相当致命。你看，我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青梅竹马，对吧？没想到你竟然愿意如此客观地评价自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又要如何确信自己能够为另一个人，会与我不同的他，提供一段第二人生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供我们批评的机会应该还有很多。毕竟在他面前，我常常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愚者而已。奥托，你在发抖吗？是不是很冷？行，也就是之前过河的时候大意湿了而已。喂，在这种天气里湿着衣服睡觉，弄不好可是要冻伤的。起来，我支个衣架，你把大衣脱下来烤干再说。
可是在我们撤退的时候，军需物资里就没有多余的大衣和棉被了。你在说什么啊？来，先穿我的。天命最强的女武神，才不会被区区寒冷击倒呢。这，你不也在打喷嚏吗？没事的啦，比起照顾我，你先把自己照顾好吧。真是的。好。奥托，这次我们打了败仗，你父亲那边是不是会亏很多钱？应该吧，不过我们大概不需要操心这些，毕竟他们那些大人物总会想出解决的办法，不是吗？你说的或许也有道理，只是我之前也应该和你说过，我觉得最近的天命似乎在作为组织的立场上出了一定的问题。包括我刚才下意识问你的那个问题，天命真的应该像现在这样如此在以前吗？或许不应该，可是在这个时代，没有钱确实也什么事都干不成啊。好了，我们先不聊这些得不出答案的问题吧。夜这么深，你肚子饿了没有？那时候的我还真是可笑，总以为那些自以为是的温柔体贴能解决所有问题。可一般来说，那的确很重要。要怪的话，应该怪那时的你自己，根本不懂他的那份英雄情结。是啊，当他说拯救世界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他也从不会在这一点上动摇信念。你看这些致命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接下来的记忆无非是让奥托阿伯卡利斯其人一步步变得可悲可笑而已。奥托，这个是这是我正在研究的药，黑死病可能还会产生变异，我们也要加强药效，
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获救。埃莉诺就是因为这种药才转危为安的，对吧？嗯，不过他的体质也并非常人，所以才不会出现那些在一般人身上非常严重的副作用。若非如此，我母亲也不会让他继承自己的沙尼亚特之名吧。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发明了很多厉害的东西呢。啊，谢谢，我只是在努力追上一个人的身影而已。好了，先不说这些了。你今晚也打算行动吗？嗯，你忙你的吧，我那边已经很熟练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还是要多加小心，我们毕竟是在那些老古董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些事。我明白的，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行事，不会专门去惹出动静的。毕竟如果说要引导大家抵制那些老家伙们制定的社会运转方式，目前也的确为时过早。可是卡莲，社会的运转方式本来就不可能是谁说改变就能改变的吧？是啊，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然后等待机会嘛。如果在自己相信的道路上都不够努力，我们将来又能凭什么去说服别人呢？嗯，确实，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看来我们彼此都要好好加油呢。我真是不明白，那时的你怎么会别扭成这个样子？直接告诉他你全部的想法不就好了吗？整个历史或许都会因此而改变的。可能吧。不过你究竟希望当时的我对他说些什么呢？说我自己正在用人体实验这样的方式研究新药吗？还是说你希望我引用几百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启发他劫富济贫，不解决本质问题吗？如果不是这些的话，即使直白地告诉他我做那一切的理由，这又能有什么用呢？是他会因此而改变自己，还是我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呢？但事实上，你们谁也没有改变谁。
当然，因为当时的我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样的自己有更多可以暗中保护他的手段。哼，她可是天命最强的女武神，你竟然在那时就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反过来保护她。毕竟那时的我自认和她能力互补，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暗中弥补对方的短板。奇怪，从小体弱多病的你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自视如此之高？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时的你其实什么都做不到。你甚至还反而加速了他与自己原本的生活环境的决裂，而代价最终也正是他自己的生命。是啊，那天他最终发现了天命真正的阴暗一面。我们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失去了控制。接下来的故事演变成了一场披着荒诞外衣的悲剧。我终究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愚蠢的那个判断。怎么了，我的好弟弟？现在不应该是为我们的父亲在教堂守灵的时间吗？那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丽萨姐姐？哼，因为我讨厌那个糟老头子，根本不想在那里装腔作势。这个理由可以吗？父亲是被毒死的，我知道凶手是谁。哦，是谁呀？我还挺想知道的呢。明知故问的试探就到此为止吧。你需要天命主教的宝座，而我也需要完成一场交易。卡莲·卡斯兰娜，对吗？你还真是喜欢他呢。真可惜啊，他明天就要被绞死了，在晃晃悠悠的绳索下变成一具永远也不会醒来的尸体。而且这还是他自愿的，不是吗？是我们把他逼上这条绝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好了，我知道你不想让他死，可是你又打算和我交易什么呢？他的死刑判决可是被我们的父母还有那个议会共同通过的。既然我们的父亲可以被这样谋杀，那么我相信你也一定有办法救出卡莲。事成之后，我们保证远走高飞，绝不觊觎你看中的主教之位。啊，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呢。不过
我的好弟弟，即使前任主教已死，下任主教也不能在仓促之间就撤销如此重要的死刑判决。这事关那个人在特定圈子里的威信，你明白吗？你不愿帮助我？哎呀，别急嘛，奥托阿波卡利斯，我并没有说不打算放你们一条生路啊。只要你愿意搞脏自己的双手。你知道吗，奥托，我有时候真的很嫉妒你姐姐。本人当年处心积虑给你造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陷阱，你从来不跳。可他只不过向你递了一把铁锹，你怎么就能自己给自己挖出一座坟来呢？都说人类的感情可以让他们失去理智，可你这一出也确实匪夷所思了一点。多少换位思考一下吧，虚空万泽，除了闭上眼睛相信他，那时的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或者如果在那时你就愿意让我随意使用神之剑的全部力量，为了能救下他，我想必会当场同意其他的任何条件吧。所以一切都怪我咯，这才是你把我束缚了500多年的真正理由。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彼此也都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不是吗？哦，他死了，那的确是你的末日。50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现在你终于有改变这一瞬间的机会了。还是说对你而言，时间其实从未流逝过呢？是啊，他死了。嗯，喂，你有在好好听我说话吗？在很多语言里，人们都避讳提到死亡本身。死，主观意志永久的消散，让存在本身变得不存在的概念。这固然是一切智慧面前的永恒恐怖，但当我们为了化解这种恐怖而在死亡的面前当一个瞎子的时候，一种堂而皇之的自欺欺人也就应运而生。
我们总是下意识地相信我们所爱之人长生不老，永恒不灭。尽管我们的理智明白对方也不过是血肉之躯，但情感上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这一点。你是想说人类总会以某种形式被死亡吓倒？没错，我们是如此恐惧死亡，以至于这种恐惧所带来的慌不择路，又制造了更多原本毫无必要的死亡。歧视、虐待、谋杀、战争，我们又有谁不是被名为死亡的恐惧所支配，而将这阴影提前降临在别人头上呢？可难道你自己就能独善其身？哼，你比谁都更加深陷这个泥潭，只不过你所恐惧的并非你自身的死罢了。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充其量只是主角，而卡莲却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你还记得我曾经给那位瓦尔特写的信吗？嗯，我们太脆弱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在互相威胁之中换取短暂的和平。还要用秩序、伦理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来掩饰那些卑劣十足的动机。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成立，毕竟人类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对这种事实本身视而不见。我想我必须提醒你，这些说法也正好可以拿来批判你自己。没错，虚空万藏，无论是 K-423、 幽兰戴尔、德丽莎还是瓦尔特，你可以说他们都从不同角度上继承了卡莲的衣钵。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来说，它确实不需要卡莲那勇敢的心脏从坟墓中重新跳动起来。有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你或许应该叫揣着明白还要故意糊涂。这就是你不明白的东西了，虚空万藏。所谓人类的感情，它原本就是一种宁可害人害己也会想将它释放出来的欲望。只不过以一般定义而论，好人终究擅长用理性去驾驭感情，而恶人习惯让感情支配自己的理性罢了。至于所谓理性的恶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台只会计算利益的机器，甚至不值得被称而为人。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也正好是一个如此这般的理性恶人了。我也并没有否认自己不值得称而为人啊，不如说我很清楚自己就是这类糟粕的集大成者。我不是说过吗，人类总是在情感上相信我们的所爱之人长生不老，永恒不灭，而我也只是一个让这种情感支配自己的理性，并为此而不断计算利益的愚者罢了。你看，第一个要来找我算账的人已经近在咫尺了。实验开始了。从这里到那里，什么时候来着？欢迎我亲爱的忘年交，天命首屈一指的 S 级女武神。如果时间早一个小时，我一定会像那样来和你打招呼吧，幽兰黛儿。有人告诉我，你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计划中摧毁现在，然后重新选择过去，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从你引用的说法来看，想必是长光告诉你的吧。无妨，你有权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我曾经拜托长光设计了数种不同的重构世界方案，但简要来说，还是成本最高的那个方案稳定性最强。成本最高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我直接说结论的话，你难免会莫名其妙，所以还是让我花一点时间从头说起吧。我和长光之前从不同的角度应该都对你讲解过，在我们的世界内，时间的流向是不可逆的。这就像是大自然中的河流，一路奔腾而去，不再回头。只不过，正像河流会有降雨和融雪为它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再大胆一些，将思考的维度上升至虚数之数的领域，那人类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种记录在磁带上的数据。所谓历史，是这条磁带上已经记录下来的部分。所谓未来，则是将要呈现在这条磁带上的未知。
而我们的现在就是这条磁带上那根唯一的探针。现在是特殊的，它区分了已知和未知，可能与不可能，它是每一个智慧生命所唯一拥有的生存平台。那么让我们假设一件事，如果我们保持住现在这枚探针的特殊性，而把它强行移回属于过去的磁带上，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现在会被嫁接到历史的过去上。没错，就像和你打过交道的那些天外智慧一样，只不过他们需要嫁接去别人的世界，而我们则是自己嫁接自己。想象一下，像第二次崩坏这样的灾害可以一笔勾销，而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帮助人类重新成长。尽管崩坏不会消失，我们依旧得面对如期而至的挑战，但人类将获取的收益其实远超过损失。那么你所谓的成本，也就是嫁接这一行为所需要消耗的能量了。是的，有了之前那次探索实验的经验，你果然很容易理解我的计划。为了实现自己嫁接自己这个目的，我一共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探寻、接触乃至抵达虚数之术的方法。第二，支持上述操作的设备以及能量，具体来说就是第二神之剑千界一成和充足的崩坏能。第三，适合完成嫁接的时空坐标，也就是利用千界一城的信标能够锁定的稳定区域。抵达虚数之术的方法，获取充足崩坏能的途径，它们又究竟是什么？他们都来自崩坏的意志，幽兰黛尔。什么？没错，崩坏意志，当世律者的来源，当今崩坏的起点。他被奉以神之名，长存于天命五百年的历史中。但所谓的神明并非不可企及，只要行于相同的道路，目视同一个终点，人类也可以与神接触，甚至达成协议。
协议。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世界蛇的圣痕计划，但如今天命已经错失了阻止它的最佳时机，回到原点亦是在为我们自身创造机会，重构世界的局势。而他也乐于欣赏这样一场颠覆时空的戏码。崩坏意志为我降下了虚数之术的门扉，而我则将在这件事上成为他在人类世界的代行者。崩坏意志的代行者，主教，你难道要主动成为律者吗？从全能的角度可以这么说，不过接触虚数之术，那也必定会让我成为不同于律者，甚至超越其上的存在。那虽然需要我付出自我实体作为代价，但其全能也足以让我重组世界。我希望为各位赢得应对中烟律者和圣痕计划的额外时间，而崩坏意志也满足于自己被重置的结果。皆大欢喜，不是吗？可是世界本身又会怎么样？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对应着毁天灭地一般的全能。你说的没错，不过正所谓不破不立，不毁坏掉一个旧世界，我们又怎么可能迎来一个新世界呢？我想听的并不是这种抽象的许诺和推理，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始终避而不谈自己计划的真正代价。为了达到刚才列举的这些目的，你究竟打算把什么支付出去？现在我之前也告诉德丽莎了，我将从时间的枝条上抹消这500年的历史，让世界重新回到卡莲·卡斯兰娜还活着的那个状态。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在虚数之术上流动的时间，或者说现在本身。这样说可能过于抽象，所以我打算再换一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人类的文明活动，它本身就会催生崩坏，这件事每一个天命组织的成员应该都有所了解。可是如果我们从崩坏意志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呢？对他而言，恐怕律者才象征着最终的自由，我们的文明反而是禁锢崩坏，并让它产生扭曲的枷锁。是的，
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崩坏因文明而生，反而应该讲文明是崩坏的一种特殊固化形式。所以我要支付的是当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天然蕴含的崩坏。我会把所有隐藏在现实和虚数之间的势能调动出来。在过去，它曾是律者们重要的力量来源，如今我们也可以用这股力量为世界重新导航。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我们面前的现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世界，又将会如何？在这个科洛斯腾之外，他们会不留痕迹地消失，科洛斯腾将成为我们这个湮灭时代唯一的墓志铭。以此来代替那些对于人类而言更加不可承受的牺牲。你的意思是在科洛斯腾之外，在科洛斯腾之外，一切这500年间曾经诞生和毁灭的事物，都会在时间的河流中彻底变成不再存在。这，就是重新来过的代价，是我正准备执行的成功率最高的那个方案所对应的代价。这太疯狂了，你不喜欢圣痕计划，却打算要整个世界为此付出比圣痕计划还要沉重的代价。你几乎是在谋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主教。没错，但是人类会因此还是人类。可是这又能有什么意义？我们守护人类，守护的是那些活生生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某种空泛的概念。你错了，幽兰戴尔，我恰恰是要从人类这种空泛的概念中拯救出一个活生生的自由意志。你知道他的名字，卡莲·卡斯兰娜。你终于还是提到他了，主教。是啊，我们兜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最终才来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卡莲·卡斯兰娜不应该像我们所知的那样死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误，这是属于人类全体的错误。这不是试图谋杀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理由，更何况那个时代早已远去，当事人也只有你还活着。
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这么想。所以，作为正常人类的一个代表，幽兰黛尔，我会给你一个机会，杀死我，这样我的计划也就随之一道烟消云散了。站在你面前的人，他不过是一个由罪恶与欲望所构成的集合体。他明知道德而不守道德，明知伦理而践踏伦理。他渴望智慧，却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满足；他崇拜美好，却不过是为了否定丑陋的存在。他觉得这世上充满了多余的人，以至于生命的价值都被那些人糟蹋得一文不值。只有在自己的生命被画上休止符的时候，阿波卡里斯才会仰望着纯净的天空，享受片刻那神圣带给灵魂的站立。不错的反派演说，但是主教，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你仍然有所保留。你说我有权知道真相，但你的说法却充斥着话术，让人雾里看花。五年前，我曾在量子之海见过一个真正的世界毁灭者，而你的精神状态却与他截然不同。或许此时此刻，我的确对某些事情仍有所隐瞒吧，但那真的很重要吗？很重要，主教。过去的这几年，你确实待我不薄，也正因为如此，我需要知道你此刻真正的目的。哦，是吗？可我认为现在的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不阻止我，我就一定会谋杀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多说无益，
来吧，幽兰黛儿。最寂静的时刻到了。成长的确实出色，哼，虚空万丈。
这是愚蠢吗？让我试试超越自己。让我试试超越。荣光与我同在。到此为止了，主教。把你所有的想法和盘托出吧。趁一切还来得及，去和德丽莎坐下来好好谈谈。我说过，你应该抱着杀死我的想法，而不是像这样点到为止。那是属于 Kiana 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权利，我更希望你能够把所有的事都讲清楚。啊，是这样吗？好吧，我的确还有些事在瞒着所有人。但很可惜，我不能在这个时间点就把它告诉你。而且，比安卡，多亏了我们刚才激烈的战斗，我得以瞒过你的注意力，在暗中推进自己的升华。这股力量，主教，你现在你做什么都已经晚了，比安卡·阿塔吉娜，格尼乌斯 Plus 强制变换坐标，虚数空间的大门已经敞开，我以神之身份号令。他要让眼前的这枚棋子从棋盘上暂时退场。准备好了。哦，这个需求做完之后可以休假了。上一次睡觉什么时候来着？哦，第二位客人也来得刚刚好呢。奥托，还有那是黑渊白花。嗯，那是第一位客人落在这里的东西，他现在去虚数空间里休息了，希望这不会让你感到沮丧。
什么？接下来，这座教堂将会成为世界变化的基点。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考虑，我们彼此还是以这柄黑渊白花为戒比较好。你以为我会就这样坐视不管吗？啊，真麻烦！我原本不想再进行战斗的。因为虚数之术与我的赠礼已经开始显现了呀。这种非人的压迫感，他或许比我遇到过的所有敌人都更危险。无意义的挣扎，决战的时刻到了。我说过了，我不想再进行战斗。战斗还没有结束。安静一会儿吧，心言之律者。我将一项一项接管神的全能，直到十二小时之后。为你们呈上一个崭新而充满奇迹的世界。别想逃！这股异样的感觉是那个光幕很危险。这种能量高速流失的感觉，那个光幕究竟……冷静，提安娜，集中精神，先恢复星岩大剑的武装形态。星岩，拔剑！明明没有被支配律者的全能影响，可是力量为什么无法恢复？奥托他究竟做了什么？
来的。这个需求做完之后可以休假吗？嗨，你回来了。要来一杯吗？一店收藏的可都是难得的好酒。我说过我不喝酒。那还真是可惜了，这是乐途里难有的几件轻松愉快的事。要是你下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别挡我的路，那对我来说就是轻松愉快的事了。这可不行，工作就是工作嘛。看来你说的乐在其中。这么有自信？别忘了这里是意识空间，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下次我可就不放水了。是吗？那我劝你最好去复习一下世界蛇的工商流程，精神方面的。好了好了，不和你闹了。在乐途里待久了，感觉你嘴巴都变得毒了起来。那个人畜无害的牙医大小姐究竟消失在哪儿了？你这么待在这儿，就没什么事要做吗？我能有什么事？碰巧最近世界蛇也闲得很，没什么行动。最近的一个任务还是几天前灰蛇亲自负责的，说是陪同尊主去把虚空万藏还给了奥托。虚空万藏，凯文他把虚空万藏还给了奥托，这是为什么？当初的协议难道不是？
怎么了？果然还是担心你在修伯利安的那些老朋友们。比起这个，我更在意的是奥托的动向本身。动向？那个男人和你的尊主一样，向来行事缜密，不做多余之事。他们现在突然多此一举的这样交易，总让我感到异常。那你不如亲自去问问尊主呢？你不和我一起吗？我？饶了我吧，难得的忙里偷闲，让我多享受一下呗。你就告诉灰蛇，我被你打趴下，现在还消失在乐土里，下落不明呢。好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杜雅。别这样，大小姐，搞得我像是为了给你传话才在这等你一样。只是闲聊而已，别忘了，我还下落不明呢。找到你想要的真相了吗，雷电牙医？我越是向过去挖掘，真相的根系就藏得越发深入，甚至偶尔还会将我引向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向。但或许那些才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世界蛇将虚空万藏还给了奥托，没错。你知道奥托要做什么？我知道。他真正要做的事，对世界蛇并无影响，对你曾经的同伴也是如此，甚至略有好处。你知道，我的习惯是亲自确认。那个男人的计划已经开始。你现在去，为时已晚。不，凯文。即使时间紧迫，
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确认情况。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我的同伴。